我最不欣赏的网红就是穿，还有美好。魏如萱、陈绮贞、曹东没派对。智慧，因为样子我一定有了。我喜欢剪脚趾甲的时候闻那个指甲垢。性格很怪，忽冷忽热。青春美丽。没有阅读的价值，可以看照片啊。如果你觉得文字你看不懂，你可以看照片。疼我，爱我家人，有上进心，帅。你最能忍受的类型是什么类型？很搞笑的那种。那最能忍受你的类型？很 attention seeker。最会欣赏的电话是谁？灿坤、Pompo，还有美好。讲自己认识的就没关系，顺便打广告。哈哈。胆小鬼不懦弱。谁都有害怕的时候，往后退缩，只会将坏的、好的都错过。这是我的新歌《胆小鬼》，这是我的书本《胆小鬼出走》，请多多支持，不支持的话就捣蛋。大喜山坡，正能量。